偷偷把零钱都转给他，然后删掉记录。哎，我想买两双袜子。那你买呗。那你说我是买那10块钱10双的，还是10块钱8双的呢？买10块钱8双的呗，贵有贵的道理。哦，说的对呀、啊。那你给我拿点钱呢？你那不是有钱吗？不是，我哪有钱呢？我不一直都是买啥向你申请吗？你能不能别在我妈面前整这出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一天老喊啥呀？对呀，我没喊，就老在你面前整这出，他故意的。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阿姨，我真没有钱，连10块钱都没有啊？没有、哦，他说的吗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让我把钱都给他管。你怎么阿姨来了，你还不承认了呢？你就瞎说，咱俩一直各管各的啊！你看，这就是我自己的500块钱，你这不5000多吗？你自己留这些钱干啥呀？完你还净花人家钱。是呢，不是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的钱啊，是不是你搞的吧？不是，我没动。是不是你搞的？哎哎哎，妈还在这呢。你给我过来。